总览佛法要典，超越宗派界限，以止乐之止，入般若之门。这些有益菌咱们就是当宝贝，这个有害菌啊当成敌人而已啊。那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，这个就是，所以在定有了一定的专注力之后，只要让念头住在这四个地方，它就可以灭苦。因此我也一直想要找一个稳定的时间，专门针对一个出家的或者是精进修行的团体来强调，这个反复的强调这个37道品。为什么？我们汉传佛教最根本的一个缺失就是缺了这一刻，这一刻给丢掉了。因为这四念住是灭苦之道，你的烦恼，我们大乘佛法的修行方法，无论是这几个宗派，比如说念佛的方法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诵经的方法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，为我应人应是观无量，这都是什么法？在念咒的方法啊，什么嗡嘛呢呗嗡，嗡嘛呢呗嗡，嗡嘛呢呗嗡，转移法，对不对？全是转移，转移完了那个烦恼在不在？还在，对不对？还在。那你就想我烦恼了，我去踢足球、卡拉 OK 是不是？看电影，都是转移法，所以它本质上没有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些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方法，它的问题所在就是转移法，但是这个是四念住是叫灭苦法，直接让我们的苦当下止息啊，当下止息。所以只有当下止息了，佛者觉也，觉者三觉也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也，那自觉了，自己能灭苦了，然后你才能去帮助他人灭苦，然后才能觉行圆满。这是这样一个道理次第啊，不能够这个忽略这些。正勤，四正勤是什么呢？我前天讲过的事情，卫生之善令速生，以生之善令增长，卫生之恶
令他不生，以生之恶，令熄灭，是正勤，就是四个正确的方向去精勤努力，但是不离善恶二法啊。神足，四神足啊，这个什么吉神足、欲神足、念神足啊，有四五根，五根，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，五根。正啊，就是信根、念根啊，什么定根、精进根、慧根。然后由这五个根升起的力量叫做什么五力啊，叫信力、信根力、精进根力、念根力、定根力、慧根力，加起来多少个了？三四十二，再加十二十二个吧。然后觉七觉知，这是高度概括。七觉知，七觉知哪个？第一个觉知则法觉知。有一天有人在我博客上留言说什么，你怎么那个连我们说我就说我胡说八道吧，那还是上个月九号在那个在紫泉那讲课，完了我就让他们昨天观察他把那讲课，有个人问我问题说那个庄师为什么出家，然后就把专门这一个问题拿出来做了一篇这个博客文章，实际上是讲课录音，我记得是上个月九号在紫泉俱乐部那讲课，然后说然后加了一个题目叫什么，这个题目叫优秀的人才来做和尚，这下可惨了，骂我的骂得我一塌糊涂，在我博客上啊，说这个对呀、啊，一个不学无术的给自己添脂抹粉的人，能够还能够到处讲禅讲佛法，真是的。他们幸好我们这些捍卫佛教的有双责法眼，还能知道他是个骗子。我一看我也笑了，我就笑了，我就说责法觉知是说在内心上对于善恶二法很清晰，走到哪一步修行你很清楚，责法是这个，可不是选择一个老师，选择一个修行这个宗派，那个不是责法。责法是在内心升起的非常微细的念头，有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觉知，这个要达到无师智，离开老师的。你想你能请你的老师跟你在一起吗？能请你老师跟你睡在一起、躺在一起、吃在一起、行在一起，他能走进你心里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责法觉知是内心的，对于心念的处理才叫责法。啊，第二个觉知叫喜觉知。修行如果没有这种喜快乐，整天就苦行苦行苦哈哈苦大仇深的，生死是苦，烦恼是苦，轮回是苦，只有解脱是快乐的。整天愁眉苦脸能够解脱吗？七那教就代表了呀，那些苦行外道、裸身外道就已经代表他根本不是道啊，佛陀行了六年苦行彻底放弃了，不是的。所以很快乐，喜觉知啊，清安觉知。那个清安是什么样的？随着我们修行对法的体验，突然有一天你会特别有一个感觉，哎，好像你明白了什么，明白一下，哎，如是重负压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压力没了，他也不知道去哪了，有一种身心的清安，清和安，很安定，很轻轻的，你走路身体，你走再走七层楼八层楼不用电梯，哎，我上了楼了，你会没有知觉。要平时你走三层楼会怎么样？就已经气喘如牛了啊，就会那样子。所以它有个清安觉知啊，然后还有念觉知啊，你的正念很充盈，然后这个精进觉知啊，它就会这个七觉知，也就是七个你的觉悟的分支嘛啊，七个层次，七个境界。道是什么？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定、正念。你看佛法它特别强调的是什么？八正道，正见是放在第一位的，正思维是放在第二位的，然后才是正语，正确的语言，对吧？正命，正确的生活态度，正业，正确的谋生方式啊。那么本来这个八正道严格来说是对出世修行的比丘们来安定的，但是
如果仅仅停留在出家的人才能用，在家人就做不到，能行吗？不可以，对吧？他一定不可以，所以他也通于在家中，通于在家中。但是在这个正见上、正思维上、正尤其是正业和正命这两件事，就区分了出家和在家的不同。正语没有什么，说和合缘、柔软语、慈悲语、智止语，这都是一样的啊。那出家人要说如法语，您说的所说的如法，那我这就牵涉一个教理问题啊，佛教的。所以那佛陀他是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法语吗？还是他平时跟弟子们开开玩笑，或者说我饿了给我去打饭去、偷钵去，我渴了赶紧给我来杯水，这个算法语吗？这个就有意思。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就认为佛陀呢，他作为有些话呢就是无意义的话，饿了就想吃饭，困了我想休息，这个不叫法语。但大乘佛教不行，因为您让到了藏传佛教、秘密佛教，那不行。佛陀的一切叫身口意三业，全是什么神圣的、清净的、污染的。他说我要去小便，也是法语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是神圣的，一个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圣的有神圣的理由，真实的有真实的理由。我们不能够说随便的就说这个是对，那个是错。存在有存在的理由，存在是存在的理由，不存在是不存在的理由。各安其位，各守其位，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就会化解掉很多世间不必要的纷争啊，化解掉那些。那我们有机会，希望这个有这个因缘，我说了不下十次，我也没有真正讲过37道品，到现在出家十几年，也没有真正系统的来讲过，它非常非常的关键啊！大家有机会愿意了解，可以去找来新加坡的广超法师，广大的广，超越的超，广超法师讲过一个八正道啊，不多见这个书，不多见。那大家愿意的话可以，我们来，我可以跟他联络，把他那个经本再拿到这边来，我们来大家注印印一些分给他，因为国内见不到这个讲37道品的。那偶尔讲一点的太专业了，比那个佛学大辞典还要专业，它不具备操作性。要知道佛法是用来干嘛的，化世间的，对不对？它成为几个学问者的学问中的学问，学问中的平方和立方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。回向心是菩萨净土。什么叫做回向呢？就是分享。现在都叫分享，哎，动不动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报告，是吧？动不动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业绩，要不就分享一下这个，是这样。我就觉得现代人挺无知的，也挺盲从的。他无知在哪里呢？中国古老的那些好东西他都不用，他用过西方的术语，就认为自己受过科学的熏陶，又很幼稚。人家说他就信，也不经过大脑思维一下子，这个东西就真的一切都好吗？这个康熙王朝的时候，中国有多少人口？全中国有多少人口？够不够2亿人？那个时候我们刚解放是4万5千万，对不对？4亿5千万人口。那康熙王朝的时候那个上亿人口了，但是我们的官员有多少呢？没有几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并且这个官员你看，是凡是做了县官、七品芝麻官的，还动不动就刻个书、写点诗，经常的游游山、玩玩水，没什么事情。而现在咱们一个乡政府多少个公务员，一个乡管4个村，就有4个村长、4个村委书记、4个村委会啊，有管会计，有收纳，有什么个治保主任、妇女主任、民兵连长，哦，这个一下子4个村的这么一个乡，竟然它庞大的差不多人口不到1000人，但是它的队干部队伍要有多少人？50个人还不止，这庞大的浪费啊，庞大的浪费。所以那个时候可能2万人养一个县官够了，
那现在呢，三个农民养一个村干部，养一个乡干部，这个成本能不大？老百姓能不有怨吗？肯定有怨呀，成本过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一味的去寻求那些什么三权分立啊，这个要等着制约，互相司法什么独立，什么这个要立法要独立，行政要怎么互相的，最后压到了成本。这个要制定这些东西，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几千年的习俗，考虑到我们那些个优良的东西，中国是以忠孝立国的，忠孝来治国的，忠孝来传承我们这个文化的体系的。这些东西，忠就是爱国，对吧？孝就是怎么顾家。你看安这个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你看太平政府啊，太平盛世，就这么简单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哪有那么多事啊。现在整天搞集训，明天搞这个防火演习，明天搞森林什么，那火灾越来越多，怎么搞的？啊，这是问题，我们应该反思，啊，不能一味的是吧？这样子啊，回向心啊，真相，你看这些岔开了。那回向有三种回向，第一个叫回小向大。我一个人是一盏蜡烛，我能抗御多久？我又能燃烧多久呢？春蚕到死。四方尽，蜡炬成灰，泪始干，太悲伤了，对吧？相反，要想一滴水如何让它不干呢？留在大海里，这就是回小向大，啊，回小向大。那回自向他，我做了一些善事，有一些功德，哎，老是想着我的家人、我的父母、我的先生、我的太太、我的男朋友、我的女朋友，老是这个我的，没有想到天下，对不对？让天下的人都愿得天下什么房屋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啊！愿我在处，愿我生处，愿我所行处，没有受冻的，没有受饿的，没有贫病的。这就是回自向他。还有一个回因向果啊，回因向果。因是什么？是动机，是精神的。果呢，是可以检验的具体造作后的那个业，它有一个可以被其他人所看到的东西，叫回因向果。所以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啊，说出八难是菩萨净土。国土无有三恶八难，三恶是什么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三恶。八难是什么？就加括再加起来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是三难了吧？盲聋喑哑，生下来盲聋哑，啊，这是几难？然后生在佛后难，我们都生在佛陀之后，对不对？佛陀已经不在世了，我们才出生，这是一难。还有生在北俱泸州，北俱泸州人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。这个北俱泸州呢，它的人平均人寿是1000岁，人到200岁才是刚成年，啊，没有夭折，这个自然的出那个就是泰国香米，嗯，只能就是形容一下了，只能形容一下，真的是泰国香米叫精米，那就是好吃的大米，有香气，啊，有香气，要的那样子，它自然的不需要你去生产，然后呢，树上自然掉水果。然后所有生的小孩呢，从来不会有夭折，那自然的就长大。人家生小孩都不在房子里面，都在树下。那但是呢，人呢就整天玩，也没有做恶的人，但是他也不思进取。所以就叫北俱泸州，他福报太大了，到了1000岁，自然死掉了。他不想修行。还有一个无想天，无想天是色界天的一层天，它是外道天。干嘛呢？他打坐多，定多会少。定多会少，叫定会等持，如鸟二翼，如车两轮，啊，如舟两桨，才能够平稳顺畅的向前。结果呢，他定多会少了，他就打窝窝，对不对？他不走，他在这边就入定，所以叫无想天，没有想法，他定住了，这一定万年，他也没有办法去修行，所以禅定叫静虑
思维修，是要那个在安静的状态下那个来思考法义啊，无常的、无我的、缘起的、性空的，要思维这些东西。所以我想呢，这叫三灾八难啊，三灾八难。自守戒行不及比丘是菩萨净土啊，国土无有犯戒之名，自守戒行不及比丘。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现实的这个镜子作用，自己守不守戒行先不管，对不对？先批评批评，看看那家伙怎么样。就拿不要说我们现代人，苏东坡怎么样呢？走到哪里拿一把尺子量谁啊？量老和尚的舌头。拿把秤称谁啊？称那个所谓的禅师的造化啊。结果这个禅师有一天大喝一声，苏东坡傻了，傻了。禅师说，学士称称我这一喝有几斤几两啊。苏东坡完了，甘拜下风啊，上来就克牛嘛，我来看看你这个和尚有几斤几两。他也不跟你讲空，也不跟你讲有，也不像巨指和尚说一指禅，夸问什么，夸一伸指头，一伸指头伸出指头，这没有。也不像那个石公会藏，一上堂人一闻佛法，他拿个那个光有功没有功玄也没见的，就冲人一拉，一冲人一拉，冲人一拉，他啥都没有，他大喝一声，没招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叫自守什么？自守戒行不及比丘，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有现实作用。要想到我们为人也好，出世也好，这个修行也好，要知道我常常讲应该是怎么样，我们最容易做到的，最容易做到就是什么？指责别人，对不对？指责是最容易的一个选择，因为我不用负责任，并且大家都指责他，我也选择了指责，是最轻松最没有成本。如果我能够不指责别人，哪怕别人真的有缺失，我怎么样？我能够不说话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你的涵养就高一点了？如果我再能做到什么，我真正能给他一些良性的，并且要有懂得善巧方便的指导，会不会就是菩萨？所以当发生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先把嘴巴关起来看一看，然后设身处地去对方想一想，不及比缺，就是别人的戒行有没有亏缺你先不要管啊，自守戒行。那么说自守戒行别人有缺，自不守戒行别人有缺，对不对？自不守戒行别人无缺，自不守戒行别人有缺，是不是又四层啊？哦，所以叫讲佛法，真的，我有时觉得什么都可以是佛法，没有什么可讲，它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无限的，一即无量，无量即一，全是这样子。任何一个开眼去了，完全是把佛法什么宇宙人生的实相全告诉你了，还要依赖一个什么照本宣科这个经科科从头到尾，笨死了，那是大笨而特笨的人，笨的平方。十善是菩萨净土啊，菩萨成本命不中夭，大富凡行，所言成地。命不中夭，跟你讲，人生有几个不好的事啊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早年丧母，中年丧妻，晚年丧子。你看，就命不中夭，这是一个吧？啊，大富凡行，这个是高难度的动作。大富有钱还要修梵行，那现在你看好多企业家也来找我，师父啊怎么办呢？我又想赚钱又想去修行。你看又大富又梵行啊，怎么才能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，不负腰包是吧，不负佛是吧？这个真的很难很难啊。但是你看这是确确实实是有 是人家能做的，所言成地，关键是他还不说任何假话，他就是赚来钱，是吧？我们经常也有信徒来说，师父这个五戒我先不受不忘于戒行不行？我说为什么？哎呀，这没办法，生意场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哎，我说那就先不受这些吧，
你想到觉得能做到再来狩猎，啊，常以软语，啊，常以软语，说的柔软语、制止语、慈悲语，啊，有意味语，这个就是眷属不离。那我们说，鳏寡孤独是吧？老少男女全包括了。啊，鳏寡孤独，那就是不好的。但眷属不离，就是你想想，这个叫我们这个讲中国人的福报是什么？儿孙满堂，然后还要怎么样？关键还要孝顺，是吧？你要生个逆子，是个败家子，那你也气死了，那还不如不要呢，有的是吧？嗯，善和斗讼啊，哪里有斗争，哪里有争讼，他要去能够一两句话解决问题，比法官还要高明。言必饶益，所说的话必然对他人有利益，不讥不讳，不嫉妒，不嗔恚，正见众生，来生七国。这一段话啊，这个我们分了两段，把它给讲，从执心是菩萨净土，一直到这里边，怎么样？如何是净土啊？是不是都告诉你了？但是你抓住任何一点就认为这样是了是吗？那必然是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，所以不可能的啊，一定要把它融汇在一起才可以啊。所以我们看后面的文字，如是宝戒，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，随其身心则意调伏，随意调伏则如说行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，随其回向则有方便，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，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，随佛土净则说法净，随说法净则智慧净，随智慧净则其心净，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。是故宝积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则佛土净。你看它是有一层这个递进的因果关系，是不是？但是不是直接的就像一个就是下一个的因这个果的这个地程呢？是直接的吗？又不是啊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如是宝偈，菩萨随其执心就能怎么样？可能发行，这是具体去做，随着他具体做，深刻的体验到就怎么样了啊？随其发行则能则得身心，则呢身心则意调伏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！你的真正说法要入了心，也就是法一旦入心，这个人必然身心气质四个东西必然变化。所以一个人无论他说学佛50年80年出来，你看你刺头那个样子，他一定不懂得佛法，他只不过捍卫了佛教的知识，掌握了大量的佛教技能，学得一身的佛游子、佛言、佛语，祖师的外在作略他都学到了，但是真正的没有。所以检验一个修行人，不是看他的神通有多大，不是看他的那个气派排场有多大，不是看他的福报有多大，就是看他的身心气质有没有变化。非常简单，这个人他一旦有了身心，则意必柔软，他意柔软了，心结一开，意软了，他身必然软，清安喜觉知，喜觉知清安觉知马上就现前。看他去，这个好像，什么好像这个轻飘飘的，但他又很有力量，但是他很有力量，又看到他很柔弱，那样子，身心其实，你可以拿这个标准。去看那些侃侃而谈的，千万别像我这样，不要从身心气质，我第一个身就完蛋了，整天病歪歪的，就不行啊！一定看那个看人家的啊，看人家的。则意调伏，随意调伏则如说行啊，必然的。他一调伏了，那种坚持刚强难化的那个坚持己见的那个，就放下了。他会按着善知识所说的没有怀疑，他就按理去做。但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不出家还
还能住。一出家了，这个人基本上在修行佛法的内在体验上他已经没有，所以我不主张我的一些出家弟子去及早受戒，我都不主张。他们一直在跟我闹，甚至哭啊，甚至要逃，逃了就逃，我也不让他们去受戒。为什么？他一受了戒，他没有正确了悟到戒定慧三学的核心，摄心为戒的时候，他学的全是机械的教条的戒律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佛法本身。并且他一回来先都是自守戒行，什么积比缺，不积比缺，自守戒行积比缺。师傅你那又不对，你又没守戒，你就完了。哎，我在这讲课呢，下面那个大学校长什么教授在这一大堆，他说师傅你这不对，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方便。要知道来听讲佛法的人有两类听众，一类叫当机众，一类叫影响众。当机众就是大家不明白确确实实喜欢听，第二叫影响众，就是你比讲的人还要高明，但是你坐在下边正襟危坐，好好坐出很认真很认真听的样子。哎，你看你看这个大学教授都来听他讲，那这个人绝对讲得好，我也听。这就叫影响众，这就是菩萨法心。但是我这两天才今天第三讲，我已经收到很多短信。哎，就你那讲我听了十分钟，我知道你讲不行，不用讲，让我去。你真来也行啊，他又不来给我发个短信完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就看到这些，哎，真是好玩，只能说用两个字来界定，好玩啊。做影响众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累积的，这才是累积福报的正因。放下高傲的身心，放下高贵的头颅，放下优美的身段，干嘛做义工来？是别人甘为孺子牛，那美妙的不得了。你去体验体验，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微妙啊。如说行，则能回向啊，它必然的，它是一个法而如是的道理。你一旦这样做，你必然就会那样子、那样、那样子了啊。随其回向，则有方便。为什么？三个臭皮匠合成什么？一个诸葛亮。你随着你越来分享，你越来越不吝啬，你是不是越拥有的越多？你个人的狭隘的智慧成为集体的智慧，集体的智慧成为你的智慧，对吧？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因果道理。但是我看到这些佛教的这些东西，我也是头大，版权所有请勿翻译。哎，咋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，什么都要讲商业，这是真是两难。那我对几本书，人家出版社也是一样的，我想去买，我也得去拿。这个六祖坛经说什么？我跟出版社的协议，这拿来的是人家出版社拿来的，他给了我的没有稿费，还有版权，然后给了我500本样书作为我的稿费，500本样书我到了今天，有没有一个月啊？不到20天，让我送光光了，就我都送光了，没办法。然后你说我想让大家去随便印，那出版社说不行，版权问题。但是网上的文字，是那很多人在我博客上留言说，张师傅，我这些文章太好了，我想我用在我们杂志上，行不行？行，一概都是行，我不拒绝。我写的好东西，越分只会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少。坏东西怎么样也要分，怎么分？越分越少。你体会这个道理，你做了件坏事，别怕别人说你那个家伙，那个家伙，大家都这么说，那个家伙，哎，帮你把业消掉了。做了好事千万别说，做了好事你就藏着掖着，谁做的不知道，可能张三吧。这样子，这叫积阴德。所以很多很多佛教徒就是不懂得这些事，怎么做来却修就没有。有求必应是真实不虚的还是假的？真实不虚，但是为什么就有求不应呢？他不懂得求的方法，求的方法做到了。像那个了凡四训，那个袁了凡，他那个你看他
算命的74岁死，对不对？没有儿子，生了儿子还当了官，他就会求才行啊，则有方便啊，随其方便则成熟众生。那当然了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众生的欲望、众生的所求、众生的这个开心的事情各不相同，你必须有不同的善巧方便。随成熟众生，则佛土净。那么我们对于大乘佛教，尤其我们汉传佛教，就是叫四个字，叫什么？言土俗生，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，就四个字。所以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寺庙写的"庄严国土"什么？庄严国土还什么呢？救度众生啊！有的地方简化为"南无阿弥陀佛"，叫言土俗生，就是成熟众生。随佛土净，则说法净。那佛土干净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这个佛土干净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佛土干净了，这个法还需要执着吗？当然就干净了，不需要。随说佛法净，则什么？智慧净。那智慧净了呢？心净，心就是智慧的本体，对不对？啊，随其心净，则一切功德净。是故宝积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怎么样？根本的，整个《维摩诘经》经义、经演在这里了。当净其心，对不对？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整个前边是一个逆推的过程，现在是一个什么？正述的过程。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心空荡荡的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的人众场合、一切的生命形态，让你的心不起一念，干干净净，是不是就是佛土啊？那么咱们再回来，整个这一大段，我们想想看，难道说这个佛土的净和慧，真的是有那么一个严格的界定吗？那我们。做 IT 的请举手。在你们 IT 业里边，是不是同样生活在北京，是不是有你们一个 IT 的王国呀？喜欢户外的请举手。你看，在这同样一个北京城八区外边郊区县，加起来18个郊区，就整个区县，是不是对你们而言，您今天降温-7度了，-1度，北部山区有小雪，那明天早上跟我回山里去算了，看看又是一片琉璃世界，雪皑皑的，对你们来讲是不是一个纯净的？那么你呀，整天被加班加到11点还不给下班，还不给补贴吃饭的，对你们来讲，同样一个北京，是不是一个吞炸你的青春和生命才华激情的食人工具啊？一个城市永远不会年轻，不会衰老，因为它永远在吸食年轻人的血液和液，是吧？同样一个北京就有不同的。所以你说佛土真的在哪？佛真的在哪？佛就在众生中，佛土就在我们的国土中。所以随你的心境，这个北京就是净土。随你心境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那你想想，如果广大的佛教徒都自己搞了一个发射架，阿弥陀佛，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世界的灾难谁去化解？这个世界的地谁来种？这个世界的问题谁来解决？你说你到那边先镀了金，不受污染了再回来，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相当于我们地球上多少年呢？地球有毁灭几次，它的一日一夜相当我们几十亿年就出去。那你又说了，这师父这又师父又讲神话了。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多长时间？365天，是吧？那么木星绕太阳公转一周是多少天？120天。
那120天是不是一年？那地球上的一年是不是就是木星的几年？三年，对吧？山中才一日，世上一千年。你看中国这个东方的智慧，真的比相对论要早的不知道早多少倍。但是咱们就从来没有把它上升到可量化那个程度，对不对？咱如果能够把这个相对这些东西这一量化，那绝对是高科技的，真的是这样，不是说笑话。曾一行著名的天文学家所测量的一些子午线，这个我们所开创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好的，绝对不是说佛教普及的地方，这个东方文化普及的地方就是落后挨打的地方，大错特错的一个谬论。这是这得出这种结论的人，倡导这些双说法的，要取代古老的东方中华文化的这些人，要么就是短鼠目寸光，要么就真的是无知。所以前年这个网上搞这些签名要废除中医，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这些人真是脑子有病，是吧？就是他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精粹在哪里。但是你也不能说拿个《黄帝内经》去了找一个老外给搞，就给人家扎一针，那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要给他向韩国人学习，哎，把那针真的搞搞消消毒，夸一下子他也能操作啊，确确实实有感应吧，有感应，他就信了。你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乡下赤脚医生，搞个破笔，然后那个针往里吹，啪这一扎，那确实不卫生。但是呢，咱们在乡下长大的真的是药到针到就是病除，我们这个习惯是没问题的。因为什么？口水是不是一个杀菌的？比酒精还好，他就是不明白，所以有时候我就看那些学科学的，有时候真的把他们应该受训一下，受训到什么地方？搁到非洲食人部落去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啊。哎，这个经文呢是越讲越有意思。我10年6月份在这个嘉兴讲的，就嗨，我也不在乎讲完不讲完，我也不在乎讲长一讲短，反正讲讲呢，我就觉得什么佛法呀、世间法的也都在这里面了，很开心，就听得也开心，也不在乎人多人少的，反正有人说有人听，每天开开心心的就那么傻乎乎的过去了，很快乐。这个就是你要想抓着一个目的，按照我想实讲，照我这个速度，估计是讲不完。我有一年97年在石家庄，每个礼拜天去讲2个小时，讲普贤菩萨行愿品，竟然讲了1年半，到现在我没讲完。因为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所以你们就可以体会那个净空老法师，他讲一个无量寿经讲的什么，148张光碟，一张碟1个半小时。后来我自己一开讲，我也明白了，确确实实我也可以做得到，啊。那么再说天台智者大师，叫多少天？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缘痛苦之业，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，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快乐安详得以解脱，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，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。